是谁送的花？送给宋祖儿的还是送给白里红衣的？听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了。如果是送给宋祖儿的话呢，那估计就是剧组送的；如果送给红衣的话呢，那估计就是红硕送的。好漂亮，这是谁送的？你猜。反正肯定不是侯正泽那个木头。对，不是侯正泽给的，其实是我们工作人员准备的。送给我的吗？对啊，今天情人节，不猜猜是谁送的吗？胡爷吧？难道是邻居吗？一个花给你，这什么花？菜花。菜花，今天不是情人节吗？对，情人节送给你菜花，还不能吃。对，只能看着。菜花，它的意思是呢，既有财有钱花，其实真诚意思。4月1号，我送你把菜刀吧。你好恐怖啊！又发财啊！拿刀吓走所有的坏人。啊，对，今天是情人节。对，今天是情人节，朋友有什么感受？感觉挺绿的，太阳了，情人节也快了啊！那这样挺好的，对对。像我们这种人都只过大年初十，从来不过情人节。这菜花送的是寂寞。为什么情人节要送生菜啊？生菜，这个深度寓意呢，就是说生财、大吉、大利、大发的意思。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收到的情人节礼物，如此的隆重。太隆重了。然后你现在开心吗？啊，对啊，你觉得我收到一个生菜？我能开心吗？你的好友请下线，关。这能吃吧？这个可以吃吧？新鲜吗？啥时候买的？那我回去准备把这个菜给煮了，之后带过来给你吃。太好了，谢谢。